是一名渣男鉴定师，我的工作就是帮深陷爱情谎言的女孩们脱离苦海。这个周玉是最适合你下手的，可以利用苏晴的身份接近周玉，取得权限卡。我是周玉的女朋友。小鸟依人行，贤妻良母行，还是活泼可爱行，都可以。我来主要是找找你有没有新的房卡。你就是来找房卡的？不然呢？集团打算在林溪村开发新的度假村项目，我想要那个项目。只要你跟苏晴结婚，度假村项目就是你的了。口红都吐到外面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，你们结婚吧。都说谎言像梦，我也变得越来越怕梦会醒。苏晴，或者说是将来，那个女强了。